毛孩子太调皮怎么办？看，他在窗帘上。小盆儿，快下来！过来，过来，快点过来，到爸比身上来。真乖。你看外面天都已经黑了，今天皮也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该乖乖地回笼子里面去了。只要沟通方法对了，世界上没有调皮的孩子。